奇怪了，不是吗？开山刀、武士刀，这群男子凶神恶煞，到民宅前叫嚣，甚至有人亮枪。然后就拔枪了。一楼客厅连开四枪，甚至手举高朝着二楼房间再开两枪。这些男子一家四口躲在屋内，吓得不敢出声。老母亲更被流弹击伤，这么大片。左脚掌被榴弹波及，幸好平安出院。陈家一楼玻璃门被射穿了好几个大洞，犯案原因竟然只是小小的行车纠纷。就请他移一下而已，就请他移车就不行。对，你心生不满吧，还是不高兴，就来家里开。还原监视器画面，原来带头的是附近邻居的朋友，当时把车停在路中央，屋主请他移车，没想到却被盯上。九名男子拿刀拿枪到民宅前叫嚣，甚至连开六枪。九名嫌犯落网后趴在警局桌上不敢多说话，小小行车纠纷请人移车就开枪，一时血气方刚，付出代价。记者彭志明、杨静武、彭欣、苗栗报道。